好，欢迎翻嚟第二节嘅动漫无双。咁我哋继续呢个美少女梦工场嘅讨论。咁啊，去到推完最高峰嘅第二集啦。咁啊，下跌啦。跟住就真系都弱咗少少嘅，其实。之后跟住就去到第三集啦。第三集咧，你个女嘅出身咧就唔系神之子啦，今次就系妖精之子啦。切咩样？唔同。唔紧要啊，跟住再下一集系咪恶魔之子？咁啊，病都识白赔喎，真系。嗱，咁但系今次第三集咧有个特别嘅地方就系你唔再系一个勇者啦。吓，咁系咩啊？第三集你嘅角色就系一个喺皇城里面打工退休咗嘅退休骑士。哦，咁都好啲，几惊你真系攞中援。唔系，因为其实呢个一直都有人诟病就系话，点解一个勇者仲要靠出粮去山果金啊？你未听过啊？嗱。正正是這些東西，所以呢就合理反應，一個人退了個騎士，騎士的話那當然要拿生果金了。那這個當然是就是講笑地說，那些人就不知道為什麼他用退休騎士，用退休騎士這個設定，但是我們個都認為是因為勇者的設定實在太不合理了。這個真的不是重點來的。是啦，那啊，在一個月圓之夜之下，那啊答應了妖精女王的這個請求就照顧了。喂月圓之夜應該是人狼來的。唔关妖精事喎，啊，搞结月亮咯，好唔好？OK， 跟住又朵花俾人踩烂啫嘛。咁啊，今次嗱，其实你好似话到今次其实，佢喺玩家嘅角色方面咧，都做咗啲手脚嘅。玩家其实会有六种身份嘅，即系六种身系由嗰六种身份退休而落嚟嘅。你可以系本身系一个没落贵族嘅骑士啦，系啦，或者一个商人啦，原本系一个或者系个旅行嘅僧侣啦。流浪者啦，或者是賣藝的人啦，即都要揀職業啦。而這個是直接影響到你的女的開頭的基礎素質的，其實是。哦，所以為什麼之前你答我素質呢，上一節我又覺得拗頭素質你想說什麼呢？哦，因為之前又沒得揀，我很好素質這個字。第二集應該說可以教的，首先就是你自己的名啦，你的血型啦，你的生日日期啦。教了什麼？這個有影響的嘛。生日日期呢，其實是當你個女同你的好感度高的話呢，你生日的時候她會送生日禮物給你的。沒關係的，咁一年就有一日㗎啦。咁每日都會送㗎嘛。你一月一號點送啫？一開始零嘅，咁一月一號。咁肯定揀十月三十一號啦。即係你可以，當然你可以，如果你個女係十二月三十一號生日，你自己係12月30號生日咁樣嘅。但通常第一年都做唔到呢個條件嘅，不過我都可以放心咁同大家講，其實就。咁同埋就自己個女個名啦，血型啦，性別係囉，我以為佢講性格啫。咁同埋呢個生日日期啦，咁頭先都講咗，咁好正常嘅呢啲都出曬只會寫嘅嘢啦，簡單啲講就。咁其實佢因為其實都幾集中，就係依三代都會係幾集中嘅嘢，就係比較舊式嘅傳統嘅遊戲啦。呢啲咁嘅內建數值會影響一啲隱藏嘅參數。嗯哼，其實幾好啊。好似第二代嘅，其實咧你係指定有一個日期咧，係會同神對話嘅話咧，係會有特別與神對話，即係同個女。即是托付個女給你那個神對話的話，是有一點不同的特別的地方。第三代不是說妖精嗎？啊，第二代，就是第二代，OK。第三代的話呢，就同妖精咯。勇者修行這個項目呢，就取消了。啊，不知道為什麼取消了，很多人是很糾病這件事。給這班叫龍之緊身衣我。即是沒有了野外探險的了。沒有了野外探險。這個探險過得太。但會不會有些新系統代替了它呢？系統上其實玉城系統上佢有多少突破嘅，其實係真係話喺第三代裏面其實最出色嘅地方係玉城系統嗰方面佢某啲程度嘅加強咗一啲互動嘅情況啊，同埋一啲室內動畫，但係取而代之咧，就將整個有即係原本被第一二代大家設立落嚟嘅遊戲嘅另一半切開咗冇咗啦，就淨係得翻個玉城，即係基本上就濃縮翻，將第二集嘅嗰啲野外嗰啲就切咗去。跟住濃縮翻，濃縮翻，咁啊，當然呢代就大家都係講句就毀譽參半嘅，其實呢一代就而最即係譬如話你如果係掰第二種啊，我可以選擇野外，我好中意呢樣嘢咁，喺第三集你咪覺得，又冇咗啦。係啦，就冇咗啦。而且之後你話第三代裏面其實好多嘢，啲人有啲人覺得啦，育成系統裏面咧有啲嘢係搞得太過複雜，有啲嘢係真係搞得太過複雜啦，而令到啲人覺得比較難玩。同埋其實某程度上如果作為一隻 SLG 遊戲咧，當佢個戰鬥元素，一個 SLG 主翼嘅遊戲啦，
咁你當個戰鬥元素開始攝入咗去，然後呢個戰鬥元素可能會係一啲打怪啊嗰類咧，即係個嗜好消耗上啊，反而可能話俾你正常 SLG 選項啊，喺結果嗰啲更加為長咧，咁就有少少圈粉住咯會。你可以咁講嘅，其實你都可以。唔係好正常啊，你玩呢類型嘅咧，即係我講十八禁嗰啲啦，即係你會有個好反感就係、是。喂，做乜我搞呢啲搞咁耐㗎？我快啲去翻 SLG 嘅 part 啦，咁樣會有呢個問題嘅、啊，所以同樣道理，一般向都會有。因為你始終始終可能因為兩代裏面啦，俾人出嚟個感覺就係、是《美少女夢工場》就應該係由呢兩個大部分去主導咗整個遊戲啦，所以呢個亦都係為之呢個遊戲嘅特色啦。所以好多人都覺得話，呢一代雖然喺嗰個室內動畫嗰方面真係做得好出色，我即係評價話撇開其他唔難，真係做得好出色。那個年期應該都後咗啦，所以其實科技九七年嘅事嚟啦，呢個已經係因為嗰陣 XP 嚟嘅，係九七年 XP 啊，九五係啦，九五九七嗰期啊。其實嗰啲遊戲方面就上得好快㗎啦，因為。所以呢一代就我只可以講啦，呢一代喺個除咗核心系統嗰方面之外，呢一部分之外，咁同埋佢其實應該話內在 event 一啲第二代裏面比較多變嘅 event， 因為冇咗呢一半呢而真係少咗好多。即係舉例嗰啲咩同龍王公主啊、龍王王子結婚嗰啲。唔係嗰啲就變咗自動送上門囉。咁大鑊。Okay. 即係你唔知係通過咗某一啲 event 之後，跟住佢就會唔知邊度撲出嚟㗎啦。嚇、啊！就冇咁，即係冇咗，即係冇咗個相遇嗰種感覺咯。你會即係佢同你個女相遇而認識，而最後結婚嗰種咁嘅感覺咯。即係唔會有啲王子捕獲嘅 feel 啦，冇咗啊！王子自動出現咁樣。係啦，咁啊，跟住應該就係要講第四代啦。第四代咧，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換咗畫師啦，就係頭先咁講。就唔再係赤井孝美去做呢個人設，就變咗天國直人。咁啊，好多人呢其實都睇開嘅人就一定會有反感㗎啦，因為你一變畫師就通常又會殺人㗎啦啲人。而呢一代呢可以咁講啦，呢一代嘅風評的確唔係咁好嘅。係純粹因為個人設。人設並唔係話一個最重要嘅原因，而係佢個整個遊戲性裏面之前講過啦，一啲動畫嘅元素啊、設定裏面嗰啲嘢咧，今代雖然係有，但係咧好流於就係一種咧，啲人覺得呢隻 game 根本唔屬於電腦遊戲，佢只不過一個 flash 遊戲。嚇！因為佢裏面好多嘢，佢因為第三代咧，頭先講過啦，好多嘢都繁複咗，佢今代過分簡化咗。咁啊死喎！就是、因為後面再簡單翻嚟就好麻煩。即係咪基本上就係話，因為聽到三代嗰啲玩家嗰個意見就係話，哇好複雜啊！咁第四代佢就簡化，但係就簡化得太犀利啦，就變成第四代嗰、那個劣評咁樣。可能真係咁樣啦。其實第四代咧，嗱頭先講完啦，神之子、妖精之子，今次咧就係魔王，真係啊，用咗呢一代咧，其實好多人咧應該話咧，玩家嘅角色一開頭就俾人 NTR 咗㗎喇。吓、啊、因為玩家嘅角色係咩先？玩家嘅角色嗱，勇者做過啦。勇者又勇者啊，又用返勇者，唔再係用啲退休白。因為勇者呢佢身邊係有一個 partner 嘅，一個女性嘅 partner 嘅。而呢佢哋即係個故事一開頭講呢就係話佢同個女性 partner 殺到入呢個魔王嘅宮殿裏面。嗯。咁啊最後呢打完之後啦，然後跟住呢個女 partner 失咗蹤，即係喺魔族嘅即係魔王宮，魔王嗰個失咗蹤。然後跟住咧最後咧，你好多年之後咧，你遇翻呢個 partner， 佢就交咗個女俾你，一個小女孩，佢冇講係佢個女嚟嘅。但係咧喺遊戲最終你如果你行魔王線嘅話咧，你就會知道咧主角喺一開頭就俾人 NTR 咗。咁其實唔關事嘅，同你並肩作戰嘅同伴同你條女係有分別㗎喎。唔係因為其實佢隱性裏面都帶咗，其實係主角係中，即係應該玩家嘅角色係同佢係有啲嘢嘅，可以咁講啦，即係都鍾意佢啦，你可以話叫做。咁最終就個故事就咁樣展開啦，第四集就係、是。即係俾人一個 NTR， 以老豆被人 NTR 被 NTR 了嘅故事，然後佢點樣對付呢個人哋 NTR 咗佢女？喺第四代裏面，好多人一開頭玩，即係好多人一開頭玩，第一個係玩副界嘅結局先嘅，好正常啊。先 NTR 翻佢個女嚇，
即係呢啲叫咩你又初一我又十五啊定係叫咩呢啲好明顯係 Hero 姐嘅決定嚟㗎但係。咁你都抽佢水。介。咁第四代其實佢都因應返第三代嘅需求啦其實佢都想加入返武者修行嗰個嘅元素喺裏面嘅。但係呢就唔係返好似第三代咁樣有一個 RPG 式嘅冒險。第二代。啊第二代係。第二代 RPG 式嘅冒險。咁最主要都會係話係一個遭遇式即係其實你可能係去咗嗰、那個譬如我今次話我要去魔界冒險嘅。咁跟住呢。咁但就掛出嚟啦。跟住就自動就會係喺嗰幾日裏面就自動播嘅唔可以由玩家操控個冒險修行究竟你去邊個位嘅。其實方便啦咁樣都。但係隨機性會大咗囉其實因為第四代另一個問題就係喺呢個冒險修行裏面呢好似話遇到一啲唔同嘅金代下有一個特別就係金代好多王子嘅。有波族王子啦龍族王子啦人類王子啦然後跟住仲有一個妖精王子嘅。仲有非常之多嘅王子俾你揀嘅。咁但係你要遇曬咁多個唔同嘅男性嘅話同埋應該話遇到佢個時機其實比較難遇。即係唔同話第二代裏面就係一啲定點位置你會知道第一次一定會喺邊度遇到佢。你係好難去預計你唔睇攻略嘅話。佢咪加入咗個隨機性喺度呢咁其實好事㗎喎。但係難玩咗囉。但係真係應該話好多人都唔知道就係個武者修行個價值去咗邊度囉。即係你要去我去冒險冇錯唔係問題呀但係我唔知道冒險裏面遇到嘅我搵到咁乜水。我乜都唔知嘅其實係因為全部嘢都唔係由玩家去 control 就變咗好似好漫長我搵嚟搵去都搵唔到龍宮王子嘅點算呀咁樣。係啦就係咁喺個龍之谷裏面係咁喺度行但係都唔知道龍之谷咗邊度。好大鑊嘅。咁會唔會衍生到一種策略就係 save and load 大法呢咁呢個其實應該任何遊戲都一定有 save and load 大法㗎啦呢樣。唔係因為你如果有加咗個隨機性你唔知遇唔遇到嘅時候你咪 save 完一次 load 一次出嚟再行過去先。再搵過囉。咁睇下播下搵唔搵到囉搵到就 save 咁啊因為其實我唔知點解今次其實你會好似話其實你應該算我覺得第四代算係第二代嘅簡化版啦好多嘢。而你話勁敵嗰個元素其實今代都有嘅不過勁敵今次呢就係話通常個勁敵呢同你都係好朋友嚟嘅。即係亦敵亦友嘅關係真係好運動係啊，係啦咁啊呢個係嗰個畫風上可能配合返天光證人嘅畫風啦即係因為赤井孝美嘅畫風其實你可以話比較沉少少嘅其實可以話嗰個風格上所以配合返一啲比較奇幻寫實嘅元素會好少少嘅我覺得係你講邊位比較奇幻啲好啊赤井赤井奇幻啲我唔會否定你但係某程度上天光直人係近代畫風向啲嘅。係啊所以如果佢第五代如果比較童話式囉我覺得第四代即係因為天光直人可以比較童話式。童話同我又點講呢我又覺得唔係。但如果呢啲唔係應該童話式嘅畫風會比較好即係我反而覺得第五代即係原本畫開嗰位啦即係赤井係童話啲喎。即係我大家可能冇乜 concept 啦你當佢可能會比較似小忌廉啲啦嗰種周邊嘅畫法。或者可能我剛才講得唔係話咁好嘅可能如果你話天嗰陣型嘅劇即係因為佢啲畫風比較亮色比較亮鮮啲呀。鮮啊亮麗嘅。係呀所以似近代嗰啲。所以其實你話配合返就係其實佢嗰個遭遇呀嗰啲咁嘅嘢其實都唔會話一啲好我剛才講嘅奇幻風嗰種咁嘅遭遇方式比較似一種真係似一種叫做 AVG 咁嘅商業模式囉你只可以話一種即係我哋玩開嘅。冇咗個傳說感覺呀。係囉戀愛遊戲嗰種咁嘅模式多於話養成遊戲嗰種遭遇式嘅模式多啲囉。咁啊因為其實今代其實我諗你話用天光直營嘅咁當然其實不得不講就係一定有好多嘅唔同大量嘅 CG 啦其實喺裏面啦。咁呢個都可以話其實係其中比二三代裏面更加多啦因為今代其實個收集 CG 嘅元素都比較多啦。大個系統簡單咗嘛。大個系統就簡單咗。其實我有一樣嘢想問一問先嘅點解今代會換咗畫師嘅有人話係赤井嗰期唔得閒，但係我覺得唔成理由嘅其實即係可能會有啲拗撬啊或者點樣我覺得係因為其實始終你話第四代比起第三代更加大增嘅就係即係好多嘢係簡單得
完全係唔似美少女夢工場應有嘅程度囉、而佢複雜咗嘅地方就係隨機性，即係一個隨機性嘅複雜係唔會帶俾玩家任何成功感㗎嘛，其實係隨機性有好有唔好嘅，但如果你講搞到太複雜嘅時候就反而一個，所以就令到就係個耐玩度唔高囉、所以好多人都覺得就係話呢一隻 game 根本就只不過個 Fast 遊戲級數嘅遊戲，即係你知第四代，而佢表現嘅畫面或者一啲程式嘅編排，咁可能當然就係話多咗人識點樣去呢個編寫程式啦，咁、其實覺得佢嗰個程式根本上係不外如是，即係好簡單，係啦。而當然你話啦，呢一代其實係有移植到去呢個 iPhone 版嘅，咁同埋佢有呢、這個PSP 版嘅，即係如果想試一下都可以。可以試一下喎，係啦，可以試一下啦，其實可以。咁佢仲有一個加強版嘅，呢、這個最特別嘅嘢就係出完之後，咁之後就出現一個PS， 佢之後仲有一個 PS2 版嘅，我冇記錯，做咗一個大修正嘅，因為裏面其實有啲人物係會歪咗嘅。即係未 debug 完就出嚟喎，真係。係啦，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最攞命、最攞命嘅。好舊病喎呢樣嘢，係咯。攞咩 school day？ 咁啊，而去到你話第五集啦。第五集呢就是一個混和啦，就是一二三四這個集八家大城，他將整個世界線之前神界啦，即是天界啦，俾你揀啦，魔界啦，妖精界啦，星靈界啦，還有人間界啦，俾你揀是哪一個，不是這個世界是由五個世界去組成的，世界而呢他將公主的設定呢其實等於勇者的設定，其實已經變成公主等於勇者啊，佢即係裏面做到嗰個傳説就係公主就係代表和平嘅象徵，即係如果只要有公主嘅出現咧，呢、這個世界即係呢個世界就會永遠和平啦。係啦，咁啊第五代都係都係勇者啦，第五代大家都係一個勇者啦。咁然後咧跟住咧就係將呢個其中一個公主後母心嘅女仔收養咗，但係佢係童工嚟喎。呢啲設定會唔會有同時有另一批又係咁嘅組合咁樣去競爭？冇嘅，當時應該冇。應該係只係得翻你一個嘅啫，公主嘅後半生只係得翻你一個嘅啫，即係你個女嘅啫，只係。其他公主後半生有冇嘅？死曬。點死先？暗殺死曬咯，即係應該話有人想破壞呢個世界嘅和平。咁就因為公主係代表和平嘅象徵啊嘛，咁就將所有公主嘅後半生全部殺曬，全部殺曬。哇！好喊啊！唔係好有戰鬥 feel 咩？呢個根本戰鬥 game 嚟，之後就 RPG 點樣保護佢啊？跟住你喺度拉同伴、拉騎士啊，咩保護佢？你個女咁樣，應該係咁樣嗰件事。咁唔好意思咯，咁亦都係一個結果，唔係佢真係結果都係掉個女去打工，打工啊，上學啊，同埋玩啊，咁樣嘅嘢嚟嘅。咁啊，同即係同第二第四代一樣啦，五代都可以揀。第五代有一樣特別嘅嘢嘅，佢哋因為第五代咧，佢將整個嘅團隊咧。好特別，佢整個製作團隊呢女性嘅比例係多啲嘅，但係同男性開發型嘅比例係6比4嘅，所以呢即係女性嘅6男性嘅4，我又諗起大帝國。而根據呢個設定嘅話就係、唔知係咪啲女性嘅生命呢個關係啦，今次除咗有父親嘅角色之外呢係加入咗母親嘅角色嘅。唔係應該喺個女度動刀嘅咩？應該係王子咁樣嘛，唔係有啲人覺得可能係即係自己身為一個女性，點解我要扮一個男性去養個女咧？咁、所以就不過嗱，先呢個重點咧，呢、這個重點應該喺個女身上啦。先聲明一點先啦，我唔係好記得究竟呢一集裏面有冇冇嫁呢個結局噶？冇玩啊！我真係因為我通常教我都係教翻男性嘅，我都係教翻，我冇教過女性嘅。我哋知你冇癖好嘅，唔使嘅。所以我唔係太清楚究竟嗰個情況係點樣，因為呢代我都玩得好少，呢代我都玩得。但係始終嗰、那個即係都係一個女孩啦，養即係養嘅。冇錯。佢都唔會話俾你揀可以養嗰個男孩嘅話。唔可以，因為始終叫美少女啊嘛，工場啊嘛，咁如果佢就美少男夢工場啦，嗰個就會係 ，OK， 咁啊，所以今代你話佢今代有個好特別就係赤井翻咗嚟喎，係啊，赤井就翻嚟話，但係咧今代就唔知點解就系統上可能比較趕工啦，其實之後都出咗好多一個大嘅 patch 去修正嘅，我記得就係 debug 做唔到咯，可以咁嘅，即係歷代裏面就好似話其實美少女夢工場搞到就係、是一個大系列，但是很多時間就不知道為什麼都會變成一個趕工的情況之下去處理了個劇，即是他出了個銷售的期但又趕不到那個時間這樣，
可能就会系啦，立嗱嗱临掟咗出嚟，跟住就再 patch 佢。咁啊，今代就用翻直顶，咁啊，其实佢都用翻第三，即系尝试翻都系攞翻历代里边成功嘅元素去抽取翻出嚟啦。咁啊，其实即系个女嗰个人格个成长方面咧，个变化系比历代都应该系为之大嘅，我感觉上系。而佢应该要做到呢样嘢嘅，如果唔系点吸引啲玩家玩咧？所以其实佢第二代佢保留咗第二代里边一个好重要就系复好多大量复数嘅成长元素，令到就系整个游戏个游戏可变性多啲，丰富度都会大咗好多。咁啊，立绘方面其实都会系由增加咗好多唔同嘅立绘啦。因为呢个就系承接翻就系开头第二、第三、第四集都好啦。咁即系个女无论喺咩性格嘅状态之下，都系嗰个样，都会姿即系佢立姿嗰个姿势都会唔同啊。呢个都即系会有啲变化。佢今代亦都会再大幅咁样加强咗呢样嘢。性格方面啊，由好似即系叉腰啊、翻下手啊嗰啲啦，都系系啦，同埋喜好变化啦，即系佢女今日其实加上咗一样最重要嘅就系个女本身可能自己都有喜好嘅，即系譬如个女中意画画嘅，你硬系要塞佢去跳舞嘅话咧，佢就唔中意，佢就唔中意，系同埋失败机会率就高啲。又未必话去到失败机率高啲，而佢容易变坏咯，同埋对你嘅信任度会好感动，即系富家不能啦，简单啲讲就即系。咁唔知啊，唔知啦，你唔使咁着重副驾嘅，其实唔知啊，因为始终副驾喺游戏里边啦，跳翻出嚟啦，游戏里边副驾唔系一个 good 嘅 ending 嚟嘅，只系其中一个结局啫嘛。系咯，我依样嘢我头先想问你嘅就系唔记得咗问嘅，你话第二代好似话黄人唔系黄子驾可以着婚纱系最好嘛？我就想问，咁打后嗰几代都系啦，同埋会唔即系我唔知系咪啦，同埋。咁副驾算唔算一个好 ending 咧？就头先唔记得问。副驾咧，系好抵死嘅。副驾咧系制作群都亦都喺内容上咧，即系有啲隐喻式嘅。佢话通常话，你个女嫁咗俾你啦，呢件事系好系坏咧。跟住咧，佢会系出咗一句多沉默嘅对话出嚟，佢都唔知点样讲你好。佢唔可以讲得好实嘅，如果唔系俾日本嗰啲咩媒体嘅，俾玩家又闹啦。即系佢话一来啦，但系你媒体嗰啲，譬如话你喂，你只 game 教坏细路啊咁样咯。所以其实喺教坏家长，我记忆中好似系可以管家教嘅。哦，佢加多咗结局嘅冇关系。即系佢同管家个友好度系比你更加好嘅。可以竞争对手教噶。但你唔係競爭對手都係女嚟嘅咩？競爭對手就冇競爭對手價，就冇呢樣嘢。咁最主要其實因為通常佢都係分咗整個美術夢場都係分咗兩大類嘅。佢最終終身職業係乜嘢啦？同埋佢最終同咩人結咗婚？結婚呢個咧就唔係必定會出現嘅條件嚟嘅，因為佢可能同所有男角個好感度都唔夠。係啦，或者其實仲有一個最好嘅 ending 嘅有話求其找了個男仔嫁了就算了、都會嫁的，都會有些都會嫁的，不會孤獨終老的、有孤獨的，有孤獨的，有孤獨的都有。哇，咁有些可能真的話有些你如果去得夜店多的，你可能成為這個黑街的大佬的小老婆啊，都會出現這些結局的。咁騎呢，但即會是很不對稱，可能你是一個作家，一個即話好高文學修養的作家，然後跟住告訴你結婚是成為了別人小老婆，即係你會覺得，即係因為個配對嘅，依個係配對嘅問題啦。好魚龍啊！突然間，但魚龍我哋之後先落啦，魚龍我哋就。所以你話《美術夢場》本身，你話係真正佢玩翻就係主流我哋育成模式裏面就係多重結局。佢最主要嘅賣點應該多重結局，同埋裏面即係經過唔同嘅點樣，佢希望喺你每玩一次，你都可以用唔同嘅方向去享受唔同嘅結局。這個是美術夢工場裏面最主要的特色，它可換性很高，可換性的確是很高，重換性都很高，這個很重要的、這個、即是在育成遊戲裏面，因為不止育成遊戲，基本上你重換性在遊戲來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的確是、這個是、還有其實、之前都沒有提過，其實由第、我記得第四集開始的、就聲優、已經是加入了，就是個女兒是有發聲的，第四代我冇記錯嘅話，個女係好似有一 PS2 版，好似係水樹奈奈嘅，好似係嚇，
跟住之後Window 版好似係尾村千冬，不過我都唔係好識呢個。唔同㗎。佢有啲會改咗啦，有啲佢會。咁、我嗰度唔係花到筆費用。我唔知佢點解啊，咁呢、這個。咁啊，第五代就好似係佐藤理奈嘅，我記憶中係冇錯。佐藤理奈。係啦。咁啊，之後再加入翻你話係由始終大勢所趨啦，冇、理由唔加入翻呢個聲音。聲優嘅。聲音元素喺裏面啦，你可以話係。咁啊，歷代裏面其實就去到咁上下，即係有冇第六代呢？就其實大家都期待第六代嘅，我知道好多有玩開美少女出嚟都期待第六代嘅出現嘅、因為其實始終你話現時現階段其實好多人都覺得話第六代嘅趨向應該係手機版嘅設定嚟嘅，係一個即係可以係無時無刻都可以，即係你喺地鐵養女咁，喺地鐵養女咁樣啦，係啦，冇錯啦，或者養仔啦，即係我覺得不過應該都唔會有養仔嘅，因為始終係美少女工場啊嘛，呢個係好咁睇會唔會出隻美少男工場？哦，咁我唔知啊呢樣嘢。唔係喎，見到係伊爆啲唔知咩喎。咁啊，依隻遊戲你話，我覺得影響到可以話真係幾大量嘅育成遊戲佢裏面嘅一啲。而家雨後足筍即係佢已經獨立成為一個遊戲系統咯。因為其實都比較少話育成遊戲係可以係獨立成一個系列去推出嘅、即係以即係正常向啦嚇，我只係。好多啦，後面譬如話你心跳回憶啦，咁到近期啲，如果係有啲變種嘅。是那隻明星志願啦，是啦，明星志願，明星志願都是一隻，但是明星志願大家都當然知道就已經是轉了型少少的，他就陪，他不是培訓一個女啦，咁佢就係，但係佢都係用嗰隻系統嘅，亦都係已經嗰個明星志願都係參考咗呢個，係啦，冇錯，美少女工場嘅設定之後再衍生出嚟，衍生出嚟作品，係啦，冇錯，其實係一個，咁亦都可以即係見到佢嘅成功之處啦，大家都可以。即係呢個系統總會有佢即係佢好玩嘅地方嘛。但係即係你可以話啦，喺現今而家有嘅，即係尤其是電腦遊戲都式微啦，其實你都好難話推出翻一隻電腦遊戲版要可以話去攞翻足夠嘅利潤去支持話下一代嘅發展啦。所以其實你見到第四、第五代都好啦，都出咗多重版本去符合翻唔同平台嘅需要啦。增加個禁力啦，都一定㗎啦呢樣嘢就，而且你話始終尤其是而家即係你可以話一啲多咗好多所謂 AVG 類型，即係好多女角唔同咧，其實始終美少女夢工場喺角色賣點上係欠缺嘅，佢欠缺因為佢角色好少啊嘛，同埋始終角色你個女變唔到啊，角色個性格個取向。是由你操控，佢好難一開頭俾個定位你，所以佢唔會創造到一啲好有特色嘅 character， 只可以喺可能配角身上，即係一啲玩家遇到嘅角色身上去創造出嚟。但係因為你未必遇到咧，或者可能要準備個數量都太大啦，所以其實呢個係我諗佢之後其實是一個幾大嘅課題。即係睇下佢如果出第六集嘅時候，佢可唔可以睇到啲咩變化出嚟咯？係啦，係。好啦，咁今日時間去到呢度啊，咁我哋下集再見，拜拜。去到呢度啊，咁我哋下集再見，拜拜。去到呢度啊，咁我哋下集再見，拜拜。去到呢度啊，咁我哋下集再見。